古语讲呢，世道不进则退，基督徒的灵性和教会团体呢也是这样，个人的灵命按照圣经的理想呢，既可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但也可能呢像希伯来书第十章三十九节所讲，退后进入沉沦。个人是这样，教会组织呢也可以兴旺发达，但是呢也有可能日益的衰弱，直到关门大吉。圣经和几千年的教会历史以及今天的现状呢，都无可怀疑的见证了这一点。而且基督徒灵命的健康与否和教会的生长与否呢，是有密切的关系的。因为我们已经讲过，教会主要不是指着一座建筑物，而是指着一般相信跟从基督的人聚集在一起敬拜上帝，领受他的训诲，并且用各种的方法去传扬福音，领人归主。今天呢，我们要在教会增长的这个系列当中，这门课当中呢，研究一个题目，什么是教会增长发展的关键或者是秘诀。针对着现在存在的两种极端或者偏向，我们要指出依靠圣灵以及神人合作呢，是教会增长的主要的因素。同时我们进一步的探讨依靠圣灵和神人合作那么意味着什么呢，有哪一些具体的方面我们可以依循呢？现在先让我们讲第一部分，教会增长的关键因素之一，依靠圣灵。上一课呢，我们已经论述了教会增长的可能和必须，因为这是教会的元首基督的托付，是时代的要求，也是一切爱主爱人爱教会的基督徒的自然愿望。基督徒按照圣经的要求呢，既然要在身体上荣耀上帝，因为我们的身体呢被视作是圣灵的殿，上帝借着居住在我们里面，而且呢我们是主付了重价把我们买来的，这样把身体献上并且在身体上荣耀上帝呢，是理所当然的侍奉。如果对我们个人的身体尚且如此，怎么样能够想象教会作为上帝的家，上帝在世上的居所，作为基督的身体，同样是基督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我们怎么能让它日渐衰弱甚至死亡？难道这是能够荣耀上帝或者符合他的旨意吗？所以我们说教会增长是必要的，身体健康、心理上健康、灵性上健康都不是偶然的，有它必然的因素，哪怕不能一一的讲清楚吧。我们说教会增长发展呢也是如此，但是在探讨什么是它增长的主要的原因的时候呢，确实是有不同的看法。有一个人本主义的思潮在这个时代流行，很多人强调并且往往呢只看重人的作用和能力。在一个资讯极其发达，尤其是现代的传播工具近乎神奇的一个今天呢，在广告宣传极大的影响人的决定的时刻呢，人往往忽略了圣灵，也就是三一真神之一的一切的恩赐、才干和能力的泉源，也是基督升天以后他在地上的代表。有些教会就突出一个领袖
或者是口才能力出众的牧师或者堂主任。而且呢，在他的后面还加上许多的头衔学位，用这个来吸引人，或者是靠一位很有号召力或者是魅力的布道家，以为这是使得教会能够增长的关键。而又有的教会呢，借助着所谓说方言或者行神迹来组织大型的聚会，更有的呢投入了大量的款项在广告宣传，包括了电视的影评上，甚至为了迎合世俗的潮流呢，邀请一些歌星来助阵，将敲敲打打的乐团呢全班人马搬上讲台，一时好不热闹，也可能出现一些热烈的场面。但许多的事实和经验表明，在教会增长的因素当中，我们说一位强有力的领袖和好的牧师或者有恩赐的传道者呢，都有他的作用和地位，但并不是绝对的和根本的。相反，如果把教会的发展，把它的根基建立在人，哪怕是好人，是神的仆人，有才干的人身上，都是脆弱的，甚至是危险的。只凭借着任何世俗的手段呢，那更加是注定要失败，而且必定会陷入灵性的黑暗的境地当中去。在末世的时候，异端兴起，已经提到过的美国德州所谓大卫派的 Crash 的事件呢，足以引人警惕。中国以前某一个教会的创办人失去了晚节，以及生活堕落，半跌了多少的人？哪怕一度他是神学家，甚至被人形容为他讲道的时候，一根针掉在地上，人也能听得见。这样的事例也是足以引起人注意的。至于假借着宗教奋兴行虚假的神迹奇事而招摇撞骗的事情呢，也为数不少。那些如流星一现，像烟花一阵就消失在夜空的赶潮流者，更是到处都有。我们说中国有幸，因为各方面的条件的限制，反而避免了不少世俗化的做法，但是盲目的推崇说方言、医病、行神迹，或者是追随某一个传道人的危险呢，仍然是存在的，而不良的后果呢，也经常的出现。所有这些的根本的原因呢，是没有认识到教会增长不是凭借着名誉、地位、钱财、势力和个人的影响的增长。圣工的发展首先是依靠的是上帝、是基督、是圣灵。在教会发展当中，人的因素是重要的，但不是首要的，物质是需要的，但不是决定性的条件，世俗的手段是无需的，因为他们根本和上帝的国度和事业的原则是相冲突、相反的。教会增长、圣工发展的关键呢，是依靠圣灵的能力，仰望圣灵的光照，顺从圣灵的带领。圣经、教会史和现在的拆船运动都见证了这一点。绝对不要有这个错觉或者是误解，以为旧约时期呢并没有圣灵的工作。当然，记载的少一些呢，可能是事实。而且在各项重大的属灵运动或者圣工的发展上呢，圣灵是出现并且带领的。如果建造会幕、圣殿作为新约时期教会增长的一个雏形或者象征的话，我们既看见耶和华上帝吩咐的，
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制造帐幕和其中一切的器具，都要按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摩西可以称作是以色列人的英明的领袖，也是大有才智的一个领袖，但他只是上帝的仆人，他必须要听命于上帝，因为圣所和教会的中心是神，不是人。即使是上帝的仆人，如摩西和辅助他的70个人，也都是受圣灵的教导和被圣灵充满的。上帝对摩西说，我要在那里，也就在会幕前降临，与你说话，也要把降于你身上的灵分赐他们。民数记11章17节25节。另外我们也读到这样的记载，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看啊，犹大支派中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我已经提他的名召他，我也以我的灵充满他，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做各样的工。出埃及记31章1-3节，很清楚是圣灵赐人才智去从事建造会幕。归耶和华为圣，更加是他的标记。在教会增长和发展当中，永远不应当忘记这一点，否则话呢，尽是见到人，人的形象，人的手段，人的作为和世俗的方式方法，怎么能够和圣公相称呢？今天在建立发展教会当中，是否是按照天上指示的样式呢？还是依照世俗的管理的法则呢？在建造第一圣殿，就是通常我们所讲的所罗门殿的时候呢，也是有赖于圣灵的指示和教导。历代志上28章11节说，大卫将殿的游廊、旁屋、府库、楼房、内殿和私人所的样式指示他儿子所罗门，又将被灵感动所得的样式，就是耶和华上帝殿的院子、周围的房屋、殿的府库和圣物府库的一切的样式，都指示他。大卫说，这一切工作的样式都是耶和华用手画出来使我明白的。不论在太平盛世或是在艰难时期，如被掳归回以后重建圣殿和圣城的时候那样，倚靠圣灵是最重要的。最动人的意象和信息呢，就记载在旧约撒迦利亚书第4章。先知见到一个纯金的灯台，顶上有灯盏，灯台上有7盏灯，每盏有7个管子，旁边呢有2棵橄榄树，一棵在灯盏的右边，一棵在灯盏的左边。先知问天使，这是什么意思？以后就传来宝贵的信息，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也就是当时领导建造圣殿的领袖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撒迦利亚书4章2-6节。如果知道当时的背景呢，这个信息就更有意思。同样的，今天既不是，也不应当依靠属世的、政权的或者是教阶的势力。我们说，虽然发展教会工作呢，要有各种才能的人，但不是依靠这些或者仰赖这些，而是要依靠和仰赖赐一切恩赐才干给人的圣灵。我们常常容易主次先后不分。旧约圣经在叫人不依靠自己，不依靠别人，更不依靠粮水等物质的同时呢，给了人赐下圣灵的应许。约珥书的预言我们将会提到，以赛亚书32章15节也说，等到圣灵从上浇灌我们，旷野就变为肥田，肥田看如树林，多么荣美的预示和远象。如果说旧约有不少有关上帝赐下圣灵复兴以色列的预言，
由于人的不幸悖逆，没有能够得到应验的话，那么我们在新约圣经当中，在耶稣基督所创立的新约教会当中，看到了他们相应的实现。使徒行传既是第一部教会发展史，其中很多的篇幅分别的叙述了彼得和保罗做犹大和外邦使徒，以及他们在那里所做的一切工作的情况的记录。但有人说最合适的呢，是说这个书卷应当被称为圣灵行传，因为确实几乎每一章都提到了圣灵，以及显示了圣灵各种奇妙大能的作为。不单单在耶稣钉死之前临别的证言当中多多的提到另一位保卫师圣灵，在复活以后向他的门徒吹气，先后赐圣灵给他们。约翰福音20章22节，在升天前所发布的大使命当中，也吩咐门徒要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信的人施浸，并且特特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为什么呢？就是要叫他们等候父所应许的圣灵，他们要受圣灵的洗。即使圣灵降在他们身上以后呢，他们就一定会得着能力去做什么呢？是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去到地极，为主做见证、传福音、引人归主。主基督呢，将在圣灵当中和历代的各处的儿女呢同工，一起去救灵。使徒行传第一章末了和第二章呢，记载了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配享，主的仆人呢蒙受了上天特别的恩赐，就是说方言的恩赐，做先知讲道的恩赐，领人归主的恩赐。结果呢，彼得在圣灵充满当中奉主的名讲论以后，许多人觉得扎心，纷纷地问我当怎么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免，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而且圣灵的工作呢，要继续的彰显。那个在一天之内增添了3000个人呢，并不是乌合之众，也不是随大流或者是盲从者。圣经讲他们都是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甚至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上帝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如果要记述一个兴旺发达，在数字和数量上都增长发展的教会光景的话，可能没有比这里所写的更完善更美好的。教会增长的关键是圣灵在人心中工作的结果，所以我们今天要仰赖圣灵的充满。我讲下面我先请大家听一首歌，歌名就是圣灵充满，但愿这是我们的祷告。
使徒行传第二章呢，记载的五旬节的经历呢，是应验了旧约先知约珥的预言。上帝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圣灵的早雨的配象，正像田里的庄稼在撒种以后急需要雨水，使种子能够早早的发芽生长。在主耶稣基督和使徒撒播了福音的真理的种子以后，圣灵来大大的工作，使早期新兴的教会发展壮大。一次讲到就3000个人悔改归主。彼得另外一次讲到以后呢，这里讲听到的人有许多信的，男丁的数目约到5000，这在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四节。而且呢，正像主所应许的，有神迹奇事随着证实所传的道。哪怕彼得约翰受到当时的宗教的权贵和官府的恐吓限制鞭打监禁，但是在第四章第八节这样讲，彼得被圣灵充满，毫无畏惧，更加放胆的讲论以及高举主耶稣基督，甚至后来他们被捕下监，一释放以后呢，就和会友相聚，见证神的恩典，并且一起祷告。使徒行传第四章31节说，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上帝的道。在困难时期，信心增长，爱心更加丰盈。圣经又记载，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对中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银价呢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圣灵的充满非但使他们在平安顺利的时候，也是在反对逼迫的时候坚稳的为真道而站立。教会增长在考验当中呢，更加显出圣灵的大能，甚至于在人间可以视为不可能的事情，也就是说凡物公用，毫无利己的真实的团契的生活居然也出现了。使徒行传我们再看第五章呢，又提到了一对欺哄圣灵的夫妇的事情，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呢，就遭到了惩罚。在他们遭到惩罚以后呢，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但另外呢，接着列克就说，主借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百姓却尊重他们，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多，连男带女很多。几进教会加强纪律呢，也是靠着圣灵和他的工作，因为是圣灵要应许赐给顺从之人，这是上帝所答应的。我们只有靠着主顺从主的命令，洁净教会，洁净我们的心殿，圣灵就要赐给我们。
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第六章，选七个执事，有些什么条件呢？其中有一个条件，就是非但要有好名声，更加重要的要被圣灵充满。我们说组织加强的结果呢，上帝的道真的就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增加了很多，有许多的祭司信从了这个道。使徒行传六章第七节。所以要有一个健全的组织，或者包括对人才的发掘呢，任何教会所有的侍奉呢，都离不开圣灵。如果说教会增长和有没有大有能力的讲道或者是传福音有关的话呢，那么除了上面所讲到的彼得，我们以后会讲到保罗，而现在呢，斯蒂凡呢，也就是一个强有力的见证。圣经说七个执事之一，斯蒂凡就是以圣灵说话，意思也就是说在圣灵的带领感动下为主说话。即使他为主寻道的时候呢，斯蒂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上帝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上帝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上帝的右边，而圣灵在地上呢，是万事。我们说不管是教会遭逼迫也好，上帝的仆人遇害也好，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人得益处。这时候呢，正是圣灵可以说是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人祷告这样的一个时刻。我们说逼迫固然带来分散，使他们离开耶路撒冷，但是正应和了耶稣所指示的，在圣灵的引导下，门徒似乎被迫的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但使徒行传第八章十七节说，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使徒彼得、约翰在撒玛利亚为门徒祷告，使徒按主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受了圣灵。行邪术的西门的坏影响呢，终止。还有埃提阿伯太监呢，明白福音真道和归主，更加是扫罗在大马士的经历，怎么样呢？他被按理受圣职，所有这些哪一件是离开了圣灵呢？没有一件。而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是敬畏主，圣经讲是蒙圣灵安慰，人数就增加了。这使徒行传第九章三十一节。我们再看以后，意大利百夫长哥尼流得到彼得的帮助，首先是彼得自己呢，他的认识得到改变和长进，从此呢，使得福音就能够传给外邦人，而且结出果子来。可以说他这个举动是来到了一个关键性的一个突破，但这又和圣灵以及圣灵的工作是分不开的。大家可以看使徒行传第十章十九节四十四到十八节。再说第一个采用基督徒名称的安提亚教会的兴旺，如果我们说是和巴拉巴这个好人的工作分不开的话呢，那巴拉巴正是一个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的人。正因为这样呢，结果有许多人归服了主，连先知雅加布预先指示以后保罗和巴拉巴要向犹太的弟兄，当他们饥荒的时候呢，要救济他们的工作呢，也是由于圣灵的指明。我们看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八节就清楚了，传道工作的差派也是圣灵所主持的。你们可以看使徒行传十三章第二节，至于
这个抵挡恶人，斥责邪道，就好像保罗对付以律马那样的一种工作呢，也是在圣灵的充满当中才能行事的。门徒在反对和逼迫当中非但站立，而且能够喜乐，更加是由于圣灵的充满。使徒行传十三章五十二节，而教义上重大的发现或者新的亮光的来到呢，更是由于圣灵。使徒行传十五章第八节二十八节，开新宫的设计呢，也是出于圣灵。方言和预言恩赐的显现在教会当中，也是出于圣灵。十九章第六节，总之呢，在教会发展过程呢，所有重大的事情都是由于圣灵的主持、引导和光照。至于增长方面，从十二使徒到七十个长老到五旬节一百二十个成丁，或者基督升天的时候五百多个弟兄，彼得讲道以后三千五千人悔改，以及保罗的时候已经有几万个犹太人信主，没有一样是离得开圣灵的同在和圣灵的运行。在保罗书信和教会书信当中呢，我们暂且不说，在圣经最后一卷启示录，我们说从开始到末了都写明圣灵和教会，尤其是和教会的增长发展呢，有密切的关系。大家可以看启示录第一章第四节第十节，第二章第七节十一节十七节二十九节，第三章第一节第六节十三节二十二节，第四章第一节第五节。启示录最后一章十七节这样讲，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的取生命的水喝，呼召人来救主，得享主的恩典，是圣灵和教会最关心的事情。但是呢，这个跟我们呢献身和打开我们的心门来接受圣灵呢，也是同样是有关联的。我想到今天呢，尤其是主要拣选呼召更多的青年男女来献身给他，来接受圣灵的光照和充满。在我讲到下面的段落之前呢，我请大家听首歌《青年献心歌》。我们说教会增长发展的关键之一呢，是依靠圣灵。
那么这样讲，是不是就像有些人所信或者所讲的那样，就是要靠说方言要医病要赶鬼，甚至认为不说方言就不是被圣灵充满，就没有生命，教会就不会兴旺呢？这种看法显然是错误的。如果我们看了以上的章节呢，我们说既不否定说方言以及医病呢，我们说这是圣灵的运行和表现之一，可是非但不要把圣灵的恩赐呢看得比圣灵更加重，我们更加分辨到底是什么灵，尤其在末世的时候呢更加注意。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这样。再说圣灵的运行和工作呢是非常丰富和全备的，绝对不要局限在说方言或者医病上面。教会的增长呢也不能单靠，甚至于我们可以这样讲，可以不靠这些同样可以复兴，同样可以增长的。今天不少地方的教会呢就已经有这种见证。那么依靠圣灵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教会首先是由信徒组成的，教会的增长和发展呢虽然需要建筑物的扩建加建新建等等，但最重要呢还是要有更多的人加入教会，连于主的身体。所以仰赖圣灵对信徒个人来讲呢，首先是接受圣灵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而且呢要令人回头和重生。这是在约翰福音十六章第八节，提多书第三章第五节，约翰福音第三章三到五节。然后呢仰赖圣灵也意味着要依靠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洁净我们自己。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七节，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一节，罗马书十五章十六节，也要依靠圣灵来教训我们引导我们安慰我们。这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十六章十三节、十四章十六到十八节，并且要依靠圣灵让我们明白真理和进入真理，并且让他来感动我们。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三节，也让他充满我们。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节，更加让圣灵在我们里面结出他的果子来。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二十三节，也要依靠圣灵所赐给我们的恩赐能力呢，来使用我们、分派我们。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四十九节，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到第二章第四节，所有这些呢，只有依靠圣灵才能够成就。而对于教会全体来讲呢，我们说圣灵使得教会有守道的能力，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二节有见证的能力，第一章第八节有忍耐的能力，第二章十三到十八节，第五章四十到四十一节有捐款的捐书的能力，四章三十一到三十七节有传道的能力，第二章三十七节有引人归主的能力，第二章四十一到四十七节，第四章第四节，另外一个极为重要的是圣灵能够使人同心合意、合而为一和彼此相爱。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六节、四章二十四节、三十二节、五章十二节、第八章第六节、十五章二十五节、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一到第二节，我们说这一点更加是除了圣灵没有任何其他的方法所能够达成的。我想这一点在今天有它非常现实的一个意义，以及在今天对我们讲来极其重要。我们是想上面所提到的，不论是有关个人的或者是有关教会全体的事情，比如悔改啦、重生啦、进入真理、同心合意、引人归主，哪一样是可以靠着制度、靠着人的方法、靠着人的权威或者是才干或者金钱学问能够办得到呢？非但不能，有的时候呢反而发现正因为是人依靠了这些东西，
王室的教会越来越萎缩，问题呢越来越复杂。求主让我们重新看见，教会增长发展的主要关键呢，是依靠和仰赖荣耀的灵、慈恩的灵、良善的灵、真理的灵、世人智慧的灵、焚烧和洁净人的灵，也就是依靠那个永远的灵、真神的和基督的灵。上面讲了这么多，我们是只归纳一句话，教会要增长要发展吗？首要的关键是依靠圣灵。另外呢，就教会增长的另一个关键就是神人合作。在讲了这么多依靠圣灵的这件事情以后呢，会不会产生一种错觉，认为教会增长和发展呢是和人无关无分的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就会陷入另外一个极端。上述的所有的一切，没有一样不是要人和教会来响应，要来配合的，也是要人来接受和努力的。神人合作是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上帝非但按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使我们人类分享他的德性、智慧、成就。在人堕落以后，上帝既没有叫基督成为天使来救我们，也没有吩咐天使来从事传道的工作。尽管天使关注而且帮助基督的救赎使命，也帮助教会的传道工作，但是主要的责任落在人身上。基督是吩咐门徒到普天下去，叫万民做他的门徒，为自己的同类同胞而效劳。非但要分享自己蒙恩得救的快乐，要分担主救灵大功的艰辛，从而呢才能够更加体会撒旦的可憎、罪恶的可怕和上帝的大慈、基督的大爱和圣灵的大能。今天也有人以倚靠圣灵做借口，自己呢也不思考，也不计划，也不努力，也不流汗，以为这样呢就能够发展教会。这个只是属灵的显懒，是对主圣召的不忠。有人认为呢，越不做事情越属灵，这个是一个错解。仰赖圣灵的真意，真正的仰赖圣灵是指着顺从圣灵，做圣灵的器皿，而且响应圣灵的感动、光照、责备、安慰、劝阻、引导，也接受他的能力和接受他的恩赐，和顺从他的吩咐去从事救灵的大功，去发展教会，使得教会在质上量上都增长，以荣耀天父，并且使得基督呢看见自己牺牲和劳苦的功效而心满意足，也使更多的心灵饥渴的人呢能够就饮于生命的活泉。我想现在呢请大家听首歌，向加利利人耶稣，但愿我们能够效法主，追随他的教宗，被圣灵充满，去服侍人，去荣耀上帝。
基督在圣灵里将恩赐好像银子那样分给他的儿女，他们包括了生命、健康、才能、时间、金钱、社交的能力等等，要人呢予以运用。只要牢记自己呢是领受的，是管家，要忠心，要勤劳，要明智的去运用，而且一天还要交账的话呢，我们就不会返璞为主，也不容易骄傲自私，同时也不容易闲懒。凡是以依靠圣灵为幌子，而不把自己献上做圣灵和义的奴仆为他使用的人呢，势必有一天要听到主宣布说，你这又懒又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有人做了一个梦，看到一个礼拜堂的屋顶上一个魔鬼在睡大觉，另一个魔鬼呢在附近的一个会堂的门前呢悠哉悠哉无所事事，而另外呢又看见几个魔鬼呢在另外一个礼拜堂上面呢手忙脚乱跳上跳下。他起先不懂，后来天使就告诉他，第一个教会生命已经死亡，魔鬼可以毫无顾忌的睡大觉，临近的呢那个也是死气沉沉的教会，魔鬼不需要多加注意，唯有第三个教会，因为他们在殷勤为主做工，在做见证，所以魔鬼呢就非常的不安。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呢讲了教会增长的一个主要的关键，针对着两种极端或者是通病，指出了特别在今天更加应当要注意的，就是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人的方法手段和工具都是不完全可靠的，唯有靠圣灵方能够成事。愿主能够大大的赐给我们，帮助我们。今天呢我们的课呢就讲到这儿，下次同样的时间希望你收听我们教会增长的第四课。愿主赐福给您、您的全家和您的教会，也更加希望你能够写信来给我，就写望潮收就可以了。好了，我们下次再见了。